如果你也想成为一个睾丸，那精准的枪法和灵活的身法是必须的。预瞄、定位、压枪、跟枪，在发现敌人的同时，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准心移动到敌人身上。只有不断的练习，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，才能在实战当中傲视群雄。妈的，这里有一个，我来了，交给我。